够了，饭可是什么吃了没？我管你，我管你。那他是他的名字就叫生，白生。他是你奶奶的，找你，这条都在的。 那都几天头了都打的，几天头都也不拢。你看，好不容易叫俺妈的时间不饿坐通了，这来了还大又。俺都是恁的，下了这水蛋来都不知道走了。我你一说的啊，今儿看来这回来的，我得叮嘱俺爸，前头后头听见没？俺忘了帮女儿人爸当门，外头没你，门都不带，你呛水一点，谁过来气疼我？你这都不怕了呀？ 这挂了，起来了，我咋扶住他呀？中了，俺不错了，那你少吃多吃点。这是，这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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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
关键，去年都是县的，咱家关键什么？一到年底就圆满了。一会儿面条就下手了，搁这吃鸡。不不不，加什么？加鸡汤了。上什么了？就晾着会儿呗，晾晾一会儿泡泡水。不懂了啊，谁闲着赶紧吃。谁忙开了就是轮换班吃饭，谁闲下来了谁去吃饭。热气腾腾，哎呦，真好！好。哎，吃饭了，大家好。快点的电话啊！好，快点电话。我的心情就像身上的棉衣裳。啊！哎，这个，这啥子？给一个那门上的单位。哥哥走了再说，哥哥走了。哎，今早九点钟来了。你这呀？没事，等到这边还没吃完。你这呀？我这个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这还觉得我也没分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看这回你跑的，你看。你这那是觉得谁觉得？哎，这今天是排了四个小时的队，终于叫这豆腐切完了，回家了给他们分分。俺知道吗？行，给。你又给我钱都是能吃了钱，出去玩的这少不了钱。我准备的有啊，有钱粮领着他交嘞，你能交照顾好就能交小孩。哎，你放心吧，俺交大人再领不好小孩，吓唬你。你咋弄我不要？一口似的，俺爸那年纪忙的跟那啥样，我不要我不要。出去玩了，想着了跟老打个电话好不好？哎，那个放个视频哈。走吧，咱。俺走了，乖乖。下回了，领着你也吃过。别上那孩子了，别后悔啊！跟头跟着妈妈，好不好？俺走了，俺妈。啊，那就走吧。好。路上慢点啊。好。去了照顾好。中，你放心吧。啊。俺这年头了都不过来了啊。中。今儿下午了，他小孩。中。对，你看闲钱啊！哎，他这还有赊账啊，一点呢。哎，那个门铃声。嗯。我就赶紧捡回去了啊！好，两清了啊。嗯。